7872小时，等候这一年季中冠军赛。1161次击杀，只为那一声振臂高呼。欢迎回到季中冠军赛，季中冠军赛，季中冠军赛，马上就到今天的正赛环节了。这个位置，山地猪拉到了横空，辅助直接先秒掉。腰带，腰带，腰带，升哥了，找到了右两台，有双，爆炸，爆炸，爆炸！99场侠女对决，力争每一次胜利。挡了！！我先挡，这边看这边投了吧，说，我俩就打两个，前面没有，马林这边打，效果不好，输给顶走，但是脸上看到别一个大招，反身用大招走，你在那边挑战人家，没有死，对，子开车，卡车飞了去，不够三百秒了，直接我的自己穿个面皮出来。37位选手群英荟萃，逐鹿同一场竞技。BDG 会越变越强的。我希望我的后辈们能够记住，在你踏上职业道路上这一刻开始，你的目标就只有冠军。拿到了 MSI 冠军，对我来说特别酷。LPL 三次问鼎山巅，捍卫每一次荣耀。恭喜 BDG 姐，恭喜 LPL 重组二季荣光。我现在站在这里，真的我是冠军，我们是冠军，谢谢你们。我们是冠军，我们就是冠军。新一次征程即将开启，出征战队 Royal Never Give Up， 上路 B。一直在找赵信，但他没有打野了。下一炮出生了，这一炮打野 V。旁边这边又来了，这个狗熊雄霸天下，直接来了一个狂风，听我号令。中路小虎，你无论这个小虎的三号要这么给我的小号，最后一个小号我下路大了，放一个营业好大，大神的狂风直接秒掉了两个辅助明小明这波上来要开什么神仙，一直直到了幻风，幻风这里被秒了。辅助 T， 巴尼，主教练，看住，以英雄无畏之志，此战留名。